杨问天，古今谁不死？不妙，误了正事，去给三少解酒的来。哎呦，神清气爽！哎，是你把咱叫醒的，多谢。嘿嘿，不过咱现在肚子空空，恕不奉陪。咱现在得填饱肚子，都到卧虎寺内有肉吃，那可得去瞧瞧。吃饱喝足才好做事，肚肠空空可是没戏。你这瘦鬼身子也该多吃点儿，走走走，跟咱去卧虎寺。
这些烂鼠肉食之若孽不吞身，气杀咱！哎，你想法子给咱找点好东西尝尝如何？老夫馋那必有馋的紧，在此干旱之地，可能寻到。偶尔吃吃素也未尝不可。事情有了些眉目，那黄金之国真与这不毛之地有关。传说中黄金之国是太阳西沉落海之地，那里的人们以鼠为尊。哼，只是不知怎的，后来这个国家就消失了，很是奇怪。适才咱尝了尝那些鼠精鼠怪，咂摸着像是还带点人味儿。那古国移民并未晋王，黄风怪于古国的神秘霄云，恐怕脱不了干系。来之前，大哥给我一枚金片，说是到时自有用处。时候到了，咱这就回老地方试上一试。适才咱尝了尝那些鼠精。那古国移民并未晋王。
黄昏关里神秘校园恐怕脱不了干系。骷髅的病鬼，你倒挺硬。还敢回来？何苦回来？Yeah!
个骷髅的病鬼，命倒挺硬。回来
一个骷髅的病鬼，命倒挺硬。回来
个骷髅的病鬼，命倒挺硬。回来病鬼，命倒挺硬。
你敢回来？何苦回来？一个骷髅的病鬼，命倒挺硬。